哎，你们告诉我要走多久呗？你走一走就知道。走一走就知道了。那活着活着还死了呢？咱不是，咱就不能打摩托车上来吗？哎呀，农村不有马吗？能骑马上去啊？哎呀妈！估计都在嘲讽我。我真那么累啊！你们以后哈，其他城市主人公上山的时候，别把那视频截那么短，听懂没？我看其他编辑就是说，他把那个所有上山的片段剪辑的特别短，可能就是我没有看到上山的过程，我没想到那么艰苦。